作美，主办单位宣布3万名支持者高声呐喊动算，力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送进总统府，立委候选人林佩祥进入立法院。离总统及立委选举投票日剩下最后一个礼拜，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以及立委候选人林佩祥1月4号晚上在乐一路旧面粉厂举办总统立委团结胜利大会。身为林佩祥侯友宜联合竞选总部主委的基隆市长谢国良手牵手陪同立委候选人林佩祥大进场，全力相挺。林佩祥强调，他当选立委将全力支持谢国良主政的市政府，也会为基隆人争取更多预算和建设。我们到11点半、12点，我们还听到那里洗谁，那里洗多，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台北的市府转运站在那边等车，我们都听过这件事情。佩祥一向都知道，而且我知道怎么改变这个方式。我知道怎么把国道客运增班，我知道怎么样让我们的基隆朋友能够早15分钟回家，早点陪陪爸爸妈妈，早点陪陪孩子。但是，我需要中央的权限，我想要当这个立委，不只把我们交通搞好，也把我们的基隆港的权限拿回来，把我们基隆港所需要给我们的资源拿回来，大家好吗？好。基隆以前一年就有35亿的港工捐，可是过去20年，我们每年拿回到不到8亿，失落的20年，因为我们基隆少了将近500亿的预算。过去虽然过去了，但是未来我们要把它讨论。龙盖深都抓共鸣，有巧妇无米难为炊。国良想把基隆市做好。我们也想把我们基隆市变好，但是我们就要有足够的税收，来让我们基隆市改头换面，让我们基隆市的建设不用一天到晚看着中央的脸色过活。大家说对不对？对。包括台北市长蒋万安、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以及不分区立委韩国瑜等国民党重量级大咖齐聚基隆一起造势，呼吁选民集中选票，总统支持3号侯友宜、赵少康，基隆立委支持5号林佩祥，政党票支持9号国民党，立院要过半下架民进党，政党轮替要让中华民国台湾和基隆持续发展进步。佩祥年轻有干劲，每一次4年的总统立委大选就是开启台湾政治新的一页，而我认为新的国会我们需要新的心血，就是林佩祥，他能够代表基隆的乡亲在立法院为民喉舌，敢战敢言。我们不需要过去像民进党的立委只是投票部队，只是护航部队，大家说对不对？对。所以林佩祥年轻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他绝对是基隆人最好的选择，大家说对不对？对。两岸关系真的是到了一个兵凶战危的地步，所以很多民众说啊，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票投国民党，两岸无战场，对不对啊？对。最近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这个赖清德说，中华民国宪法是个灾难，这个实在是脑袋坏掉了，对不对啊？对。这个打他的太太的娘家，哎，就不骗的呢，选举你家己，你到的位置是你家己的呢。即摆的名是恁囝的呢，啊，侯友宜倒是合法的呢，迄是较早伊丈人、伊丈母的呢。啊，即摆要来甲修理，我讲有够无品。你若找有侯友宜、有贪污、有做歹代志，任何缺点你提出来，无嘛？贪污腐败的民进党。不客气地说，已经捞够了，已经捞够了，已经赚翻了。
他们把政治的选票，把政治的选票当作贪污的钞票，捞够了，也吃饱了，所以他现在选举到了完全没有办法，他拿不出政绩，拿不出政绩，怎么办？老狗爬墙啊，后继无力啊，继续打，继续打，连侯友宜都要卖台了。这个世界上不是好笑到了极限了吗？侯友宜是全台最本土的政治人物啊，连他都要卖台了，就跟韩国瑜长出啊满头秀发一样，这是完全不可能了，对不对？包括国民党基隆政坛大佬前市长林水木、张通龙以及前立委徐少平，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盛、前议长蔡旺廉、宋伟立和国民党籍以及无党籍现任市议员、里长和各界地方重量级人士都到现场站台相挺。前来上台助讲名列不分区立委谢龙介等人更是带动现场气氛，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压轴登场，亲自恳托他当选总统才能让台海稳定，避免两岸战争发生，更将清查弊端，做好治安，还社会公平正义。正名自宪的建立台湾共和国会引战的，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战争的引爆者，战争的引发绝对不是人民，都是国家的领袖在引战，对不对？对。这好一次总统，你的家绝对爱上战场。和侯友宜一直过好两岸和平，我们的囡仔进入职场，来大赚钱，来养活咱四大人，照顾咱后一代，好不好？选举吼，也当选啊，连人性都没有，选到去抹黑别人，用诈骗来骗取选票，来赢得政权，用这种方式，这是我们最不会看到，这叫做诈骗我们，让他们夺取政权最廉价的方式，我们看不起民进党，对不对？对。基隆报道。